Hello，Hello，嗨，大家好，大家下午好。哇，你看我身边有谁？耶，我们有小芬，还有小芬的爸爸啊，我们叫他安哥嗯啊，黄先生嘛，吴先生，吴爸爸，吴爸爸。吴爸爸，OK，吴爸爸是来自马六甲人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在新加坡住了多久啊？3月8号，三月八号进来到现在，哦，3月8号到现在啊，哇，很棒。月初的，哦，OK，这样吴爸爸，我知道吴爸爸现在最近有去检查医生，然后有很好的见证。OK，先讲先哦，吴爸爸之前是什么事情？你在家不是有走动感觉到心口闷心痛口吗？闷闷痛了，讲讲呢？就好是辛苦，很早辛上苦。去很喘的样子。哦，这样子，吴爸爸是走动的时候也很辛苦吗？会走动的时候会喘，这样子还没有吃这个药之前。哦，OK，这样你走动是怎样讲辛苦？你每走2、3步就要休息啊？我走的走，从家门口走到走到电还没梯，有到电梯，他就要停一下，要休息，这样买几休步息不了，几十分钟步吧就要休息了啊？哇，然后。过后呢，真的是很辛苦了哦。像3个星期前你就接触到我们的 BeFu 啦，对不对是的，？OK 这样 OK，再比较好了。我们先讲哦，你因为这样子嘛，你之前你刚才有跟我说到你去旅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我走到半路，他就走自己，忽然间就降一下去。在哪里？在曼谷。曼谷还有？还有在香港。第二次去香港，走到一半晕下去整个人躺在那个桥上，吓死了。我跟我妹妹转回头，她整个人直直躺在那个桥上面呢。我们过天桥啊，连怎么办过后？然后过后有一个路人很好心，还帮我们扶起来哦。然后就我跟我妹妹还有我的弟妹妹的老公就扶她去 hotel 了，还有我老公扶我爸爸去 hotel 休息哦。感觉到怎样？有吓到吗，安哥你？不会呀、啊，他不会吓到我们，吓到脸青青啊，吓到，到啊。OK，这样安哥在3个星期前你有去 check 看医生吗？对不对？医生讲了什么？哦，因为伤风。然后我就带他下去楼下的下去楼下的那个 family clinic。然后因为这时候是 COVID-19 嘛，他一定要做那个 swab test。把 swab test 是 negative 啦。然后他就听到我爸爸有跟他讲，我胸口很闷，连走不到5分钟就很喘，喘不过气来。连医生就听到他的心脏有那种杂音，就写一个 referral letter，然后叫我们去看心，对，yeah. 一定要去看，他怀疑他的心脏有问题啦。因为我跟他讲，我爸爸之前有晕倒。check 了他的心脏那边report 是怎样？第一次就是照他的 ultrasound，照到他的那个左心房的房门没有关紧，然后血没有关紧对血倒流，造成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造成他会头晕。然后来医生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？第一就是我爸爸已经73岁了，说他讲这个也是一个老化的现象。他讲，可是他怀疑是血管阻塞造成这个原因，所以又再写多一个 referral letter， 再去一个造血管的部门给我爸爸造那个血管，结果 report 出来是不理想。所以我听说3条血管哦，有一条蛮塞得很严重，是吧？来讲一下多少？对，超过70%，超过70%，总而且是主要的那一个中间的那一个血管，对。然后另外2条，另外2条右边的70%，左边的50%。可是医生讲要做的话，就一次过3条一起通完。对，这样，安哥，你敢听到这样子，你怎样？那时的感受是怎样？担心吗？担心哦，担心哦，对吗？你要开刀吗？不要了，不要哦，吃药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你喝什么？来给我们看一下你喝什么。来给安哥拿，你喝什么？来跟大家讲你喝什么。我喝这个嘛，BeFu。BeFu 好，这样子你是一天喝多少包？一包，一包，然后喝了多久？喝了3个星期了。3个星期是吗？然后3个星期，我知道你在8月4号的时候哦，你就去 check 回医生嘛，对不对？是来 check 了医生怎样？医生讲很好了，我的那个什么胆固醇那个是很好。
胆固醇很漂亮了，很漂亮了。哇，多少啊？胆固醇？0.3呢？3.3啊！等下我给大家看那个 report 哈、哦，那个 report 等下我们发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。他的 report 哦，他的胆固醇哦是剩下3.3哦，少过5.2，就是超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呀，医生讲 is surprised。好，那个血管呢？血管？血管阻塞的问题呢？血管，因为他现在没有喘了嘛。嗯。啊，说医生讲暂时，我们暂时 monitor 先。对对对。因为他现在最主要就是他走，他可以现在，他现在很开心哎，每天早上哦可以走半个小时公园了嘞。你可以走多远啊，哥？走半个小时这么远？直接去到？要去到运动场那边运动了。哇，这样劲啊！喂，中间没有休息嘞，没有休息，中间没有停。开心吗，哥？很开心。好吗？嗯。Be feel 喜欢吗 ？Be feel 喜欢。啊、哦，这样你还有穿？除了 Be feel 还有什么？晚上还有穿什么？晚上穿的什么？我们的阿罗拉裤子。阿罗拉裤子，喜欢吗？阿罗拉裤子，衣服、裤子跟袜子。哇，很棒吗？很开心哦。哇，真的很开心哦。这样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吗？鼓励大家。大家去拿这个药来测了，这个很好啊、这个产品很好了，产品很好、好，就鼓励大家，如果真的是真的是应该要喝了、对身体很好了，耶、保健重要吗？重要、哦、他之前他不相信了，我爸爸，我们喝哦，他不喝了。好，来安哥，所以今天是我们 BE 啊。三周年纪念也是他的生日，来，我们来一起唱歌一下好吗？来，怎样唱歌？来，我们唱一首歌。耶、yeah, ，来，一二三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BE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拜拜。谢谢